在1980年间，依山而建的澳门大学落成，外形仿佛一座巨型的坟墓。传闻实际的用途不是一座大学，而是用来安抚幽灵。其后建成了新行政大楼。当时澳门总督维奇立在澳大进行揭幕礼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连串相当奇怪的事情，所以1999年就请来法师作法。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九龙壁摆设，其实是用来镇压鬼怪之用。但其实1999年间请法师作法，并不是因为揭幕礼时候发生的怪事，而是涉及在澳门大学另一件相当血腥的肢解案。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间的一个暑假，一名清洁女工经过停车场垃圾站时，发现了一袋发到腐臭的猪肉。他奇怪为什么发臭的猪肉会遗弃在这边而不是厨房，所以女工将个垃圾袋打开，不断翻臭的时候，他竟然发现了一只眼神。这个女工定个神之后就立刻报警。警察人员和验尸官到场之后，对被肢解的尸体进行验尸，发现尸体是一名女性，尸体是被井然有序地肢解。而最奇怪的是，警方将整个垃圾袋和停车场找过一次，都找不到其中一样器官，而这样器官就是女死者的双眼。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之后，迅速锁定犯人。犯案男子犯案之后潜逃内地，但无奈竟然向警方自首，并将犯案过程和动机一一向警方详述，原因是求爱不遂。犯人在女死者的储物柜中摆放公仔示爱，但女死者不但拒绝她，还将她送的公仔扔入垃圾桶。男犯人恩爱成恨，就将女死者杀害后分尸。警方问犯案人为何逃离之后竟然回来自首。你们不是有东西没找到吗？我回来帮你们找的。他协助警方找到女死者的储物柜。最后犯案人入狱之后的几天，就在监狱里面自杀。澳大经常传出有人见到女死者的游魂野鬼，有人形容女鬼的面是没有眼的，只经常流连在澳大，是为了找回失去那对眼的。啊！不要吓我了。不是啊，是真的。我拿回这先啊。嗯，
想要啊。